大可。听说科学家在海底发现5000多个巨大的洞。是的呢，来看看怎么回事吧。海底的神秘洞穴，科学家在美国海岸发现了奇怪的洞，在1300平方公里的海底下，超过存在5200个洞。这些洞平均约180米，宽近5米深，都出现在较软的沉积物中，但在形态上却截然不同。根据科学家的说法，这些洞形成于40万年前，也就是这些洞可能出现的比智人还早。有一些生物学家猜测，也许是一些古生物留下来的，但是目前并没有已知的海洋陆地生物能够留下这样的痕迹。显然海洋中存在的秘密比我们想的要多。来自苏黎世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使用电脑建模以及卫星跟踪，发现这些洞就像在海洋中形成的漏斗，类似太空中发现的黑洞。黑洞会吸收各种太空上的东西，那么存在海洋里的洞会不会有同样的行为呢？而法国探险家雅克伊夫发现，世界上最深的蓝洞里并不存在足以让人生存的氧气。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用特殊仪器沉入海底10024米处，并在海底300范围内发现大量的贝类骨骼，都是生物缺氧而死亡留下的。科学家经过模拟海底环境发现，深海处的水除了含有大量海盐，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还存在气体酸化，威胁着一切生物生长。如果这种酸化是海底洞增长的原因，那么整个海底甚至是陆地都会变得威胁。究竟是不是人类活动导致了这些变化呢？还有的探索研究。海底的声音，大海广袤无垠，深不可测，但是探测员把探听器放入海底，却在地球最深处听到了诡异的吼叫声。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海洋深处发出哀叫呢？还有能发生狮子嚎叫的海洋动物吗？如果是海洋动物的叫声，那么这种动物至少有几10米长。科学家又提出另一种假设，最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冰山的破裂声，这很让人怀疑呢。赤潮，你见过红色的海水吗？这是因为水体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的一种使局部水体变色现象。这些藻类往往含有毒素，会通过食物链传递至其他动物体内及人体，这也太可怕了吧。水下瀑布，瀑布一般都在悬崖边产生，但是在毛里求斯西南端的岛屿有一处颇为壮观的人间奇景。从高空中看去，湛蓝透明的海水之下竟然有一个银白色的瀑布，银白色的水顺着悬崖边直冲而下，很快就没入黑漆漆的海底深渊。其实这是因为海底隐藏暗流和沙子造成了这样奇特的景观，这还真是一个视觉错误造成的奇观呢。荧光的海水，也许你曾在夜晚的沙滩见过荧光的海水，感到既浪漫又梦幻。这种荧光现象通常来自甲藻，藻细胞受到刺激时会发光，所以在夜晚就能看到海面上荧光点点了哦。这里是大可看奇闻，关注我，每天带你看奇闻趣事。